第二十题，下列哪一种状况遵守能量守恒？我们在一般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，通通都是遵守能量守恒的。如果你觉得能量没有守恒，通常都是因为你有某一些能量没有算到，比如说摩擦所生的热之类的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状况遵守能量守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以上皆遵守。